杨宝利，你今日死得未啊？嗱，我挑战你嘅地方咧，我揾到咯。我挑战你系契弟啊 ，OK， 同你决一生死。呢个地方我要揾到啦，就喺牙买加 ，OK， 西印度群岛、古巴达尼嗰岛 ，Jamaica 嗰度以前系英国属地，系英国嘅殖民地嚟噶。啊，系啊。我就故意选咗呢个地方啦，同你讲，酒店我亦都问清楚啦，我只要打个电话去，我就 book 个酒店啦。啊 ，OK， 你喺香港过嚟啦，你可以坐加拿大航空公司 Air Canada， 我同你查埋添啊。OK， 去到温哥华唔使转机啊，就搭翻原来嗰班机啊，就系、是。Air Canada 直飞 Jamaica， OK， 嗰系两个城市，一个叫文地高碑，另外一个 Capital City， 佢嘅首府就系 Kingston，OK， 有两个机场喺嗰边。嗰度嘅最出名嘅就系 Holiday Inn 假日酒店。嗱，杨宝利，我依家就留你去嗰度决一生死。嗰度有一个山咧，就叫 Blue Mountain 蓝山，系出产好靓嘅咖啡。蓝山咖啡，香港嘅六星级酒店、五星级酒店都有卖嘅，好贵嘅。OK，Blue Mountain Coffee， 嗱，嗰个山顶咧，长年累月都系潮湿有雾，啊，十足十在华山之巅。OK。嗰度有个名噶，呢、这个 Blue Mountain 就系叫华人之山，因为点解咧？嗰个山咧就俾我哋中国人买咗嘅，啊，俾个华侨好有钱买咗嗰个山嚟种咖啡嘅，啊，我哋去到个山顶，然之后喺个山顶打到落山脚，啊，喂，睇边个死咯，系嘛，签咗生死状去，如果你愿意。我呢就整个生死状喺律师楼签嘅 ，OK， 某年某月某日同香港白眉派棄徒楊寶利喺 Blue Mountain 南山之巅决一生死 ，OK， 一切事件打交各安天命，大家都唔好怨谁，我会喺呢度律师楼签咗个生死状，我会交俾。白眉国术总会副主席罗宝华 ，OK， 你亦都签一张 ，OK， 交俾你信得过嘅，你自己认为系你嘅朋友嘅国术界嘅人，然之后由罗宝华副主席约定你所指定嗰个人，啊，大家交换个生死状。杨宝利，费事麻烦身边啲朋友啊，费事麻烦嗰啲徒弟又好咩都好，与佢无关嘅。费事喺度嘈嘈闹闹，搞到武林上嗰啲朋友讲句：，喂，大佬，呢白眉派清理门户啊，呢啲家事啫，你搞到我哋真系好烦啊，好嘛？啊，你同你讲啊，我打赢你嘅。你就要除白眉派招牌，因为你已系我手下败将。同你讲啊，你要除你嘅招牌白眉派三个字落嚟。啊，不过你就算俾我打到你残废，翻到香港你都唔会除个招牌啊，因为你一个死女，死女有两字啊。OK， 你一个死女嘅人嚟嘅。啊，嗱，杨宝利狗贼欺徒。我今日条片一句粗口都唔需要同你讲，我以后闹你都唔需要用粗口，同你讲唔怕，一个食硬你，你同我打一逢眼打死啊！你收紧皮啊你，你够姜啊，就嚟应战，我系俾两嘅时间你啊，你要回应我，你唔回应我，哈哈，我同你讲，好多人都会闹到你扑街 ，OK， 系咁先啦，记住啊！喺牙买加 ，Jamaica，OK，、okay? 西印度群岛 ，OK，Jamaica。Okay?
I tell you what, I challenge you. Listen, okay? 我去到嗰个南山之巅，我先嚟崩你冚家铲，系咁先啦。